又是一道好吃的下饭菜，茭白炒肉，鲜嫩入味，好吃又下饭。首先新鲜的茭白一分为二，再斜刀切成片，水开加一勺盐和食用油，倒入毛豆米、茭白片，焯烫一分钟捞出，油热把肥肉的油脂炒出来，下入瘦肉炒至变色，再加蒜末、小米辣、老抽，继续一起炒出香味，倒入焯熟的茭白和毛豆米，加盐、鸡精、生抽、蚝油调味，开大火翻炒均匀，炒至入味，最后撒上葱段，随便翻炒个几下即可出锅，鲜香脆嫩，好吃又下饭，你也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